您下载了 Open Sankore 云安装版之后，解压缩直接执行 Sankore Portable 点 ESE 就可以了。如果您开启软体后没有显示中文语系，可以依照这个方式进入 Preference，选好语系后，关闭软体，重新打开后就可以看到中文界面。